那自从野柳这个很漂亮的地方开辟为风景区之后啊，那么我们知道曾经发生过两次游人不小心跌到海里去而发生不幸的事情。那么您是不是把这两次啊他们怎么样滑进海里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不好，让游人注意？是的，第一次是在这个1953年的这个3月，那么有一位这个大学生呢、叫做张国权同学，他在仙丽学的这个后面呢、照相，那么为了这个瞄准的关系啊，一退一退呢，退到这个海旁边呢、不幸就落海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得尽力一救啊，结果没有办法救，而有这个林天真的这个故事在这个里面。最近一次就是说本月的3月8号，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这个可能啊，有4、5位这个同学们在仙丽学附近啊、照相，那么那个时候啊、风大一点呢、把这个浪冲高了。那么这个浪花呢一开，女同学们呢也许吓了一下，退到这个后面来啊。后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石缝啊，不小心落到这个石缝去啊，被这个浪抢走。是，那我们既然有了这两次惨痛的经验呢、那么是现在有没有什么安全的措施来加以补救的？第一次呢，我们也一再研究啊，做这个安全的栏杆。不过呢，有些专家认为啊，这样子呢，也许煞风景，所以用这个在这个比较危险地方啊，要画红线呐、做这个警惕性呢，请这个游客们呐、注意。一方面呢，那么广播以这个广播的方式呢，请这个游客们呢也经常提起这个事情。那么另外呀、也有这个服务中心呢做一个对话机。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随时那么联系呢，来支援这个救护的事情。那么您认为有什么办法比较永久而比较可靠的一种补救的办法？这次发生之后啊，我们虽然是风景的优美应该是保持啊，不过游客的安全呢、还是第一，所以我们呢，积极的设计啊，那么不太妨碍这个。风险之内呢，还是这个危险地区，比如说仙丽学附近，还有是石钟附近呢、应该做一个安全的栏杆，以测安全。那么这次发生的这个石缝里面呢，我们决定啊，把这个用这个大的石头啊垫满啊，万一将来有这个类似事情发生呢，不至于这个落海的这个情况。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继续访问在这里管理的主管的一位江先生。江警员，我们请您谈一谈呢、就是您在这里在维护大家安全的时候，您最担心游客的是什么？他们哪一种情况最危险？一般讲呢，就是说他们太靠近这个海边这个礁石的地方啊，有很多青年人他就喜欢刺激，说喜欢到那个危险的地方。那么一般的讲起来，年龄大的人不大喜欢到那种地方去，都是年轻的学生跟青年到那种地方去，是比较希望是各位游客来玩的时候是心情很愉快的来的，我们不希望的就是发生意外的，同时希望他们自己也给我们合作多注意。您是林天真的弟弟林天星先生。是的，是的。林先生，那么您在这里的靠海边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了，那么您认为哪一种情况游客接近海边的时候最危险？是这样子的，一般游客到我们野柳来玩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那个学生，大学生啊，中学生啊，他希望靠在海边，他也不太听了。我希望啊，以后学校旅行啊，请老师们呢、多多要注意，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有什么事情。那么像今天这个风大概有多少级的了？今天的风来说，今天差不多有6级的。是六级风。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谢谢。这两位同学，请问你们今天是几个人到这来玩的？我们今天不少人，有50个差不多。有50多个，你们知不知道最近野柳曾经发生过事情？我们知道那个报纸上好多报上都登了。是，那你们在来的时候有没有你们同事，大家有没有同事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你们都知不知道？我们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大概要注意哪些事情？最好啊，不要站在像那个悬崖的旁边啊，好像是浪很大的地方，要避免那个浪头吹过来打过来啊，就把我们卷下去了。而且人多的地方，不要说就几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这样子，如果万一发生什么危险的话，我们就是喊救也来不及。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